对不起。谁呀？我也没让他抓草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前一阵子我母亲也刚走，我能体会你的心情，真的对不起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不过还好，因为接下来还有事要忙，先带他去订票解房，但对不起。谁呀？我也没让他抓草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我要开制药公司，叫我去帮他申请药品公司，我说好。昨天8点才叫我说你去新北市政府申请，我说。他相当优秀，硕士第一名毕业，那个院长还推荐他同台北同仁堂，还有华泰中医院。后来他又过来认识我这个女婿，也相当优秀。他们两个都很优秀又很守法。你的走斑马线，又推我孙子，这样还被工程撞。在半马上也会被车子撞了，嗯，一次把我带走两个，我只有这两个而已。哦，我们差一点马路全部都过了，一台公司就它很快速的撞，很快速的撞，然后我们来不及笑。转到我，就我到旁边，我的手稍微受伤，跟我的脚一点点刺激。然后他一开口先说，他没有看到任何的人。那你有说他的当时速度很快吗？超级快速，对，而且又重重。我觉得这个女儿最优秀了。昨天他8点还跟爸爸说，我要开药膏的药厂。叫我不去帮他申请登记，嗯，说他要开公司，叫我去帮他申请，我说好，嗯。要我警察跑去征信就好了，我的当局。没有看到那个那对夫妻啊，就交由警察补办侦讯，对不起，真的是这样。本案警方正积极调阅附近的监视器影像，以厘清发生经过。